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看王者荣耀。今天我们选择芈月来进行一场精彩的排位赛的讲解。来看一下我们这队阵容，有李白、诸葛亮、孙悟空、鲁班七号、芈月。敌方阵容有狄仁杰、宫本武藏、不知火舞、刘禅、孙悟空。昨天我玩了两局芈月，第一局拿到8-0的成绩，第二局拿到超神 MVP。所以我觉得芈月这个英雄非常的强势啊，所以我把它推荐给大家啊。本局呢，在讲解的同时，我会向大家推荐我的出装和我的打法啊，也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视频下方订阅按钮订阅我们的节目，非常感谢大家啊。芈月在我们王者荣耀里是一个法师，也是一个坦克。首先我们的芈月来到下野区帮助小鲁班拿红 buff， 然后我们芈月来到下路，芈月在下路碰到的敌方英雄是孙悟空啊。那我建议芈月的出装要出纯输出装啊。而且你的铭文要出吸血类铭文啊。好，大家看，虽然我们受伤了，但是我们可以通过野怪小兵啊迅速把血回满啊。李白前来助阵，好，敌方不知火舞也前来助阵啊。孙悟空和不知火舞合力击杀我方李白啊，然后他们又想合力击杀我，结果我击杀不知火舞，孙悟空也逃走了啊。那我们诸葛亮来的非常及时啊，一个元气弹击杀掉孙悟空。那这个时候我就在下路清清兵线呗。那不知火舞又该来了啊，那初期复活时间比较短。大家看，不知火舞的一套连招给我们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杀伤啊，但是并没有多大问题啊，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小野怪迅速把血回满啊。如果大家有兴趣，可以加入我们的群，我们的群号46843837333啊，我们的群号46843837333啊。那本局诸葛亮比较强势啊，那我只不过是打个酱油而已啊。虽然我是超神 MVP 啊。好，敌方宫本武藏过来了啊。宫本武藏要跟我战一下啊！大家可以发现啊，宫本武藏上我们的身了，
大家发现没有，宫本武藏上了我们的身之后，他残血了，而我们是满血的啊。芈月就说，姐姐可不是你想上就上的啊。是要付出生命的代价的啊。大家看芈月这个吸血能力是不是特别强啊？那我习惯性去一敲二了。那么显然显得有点勇敢啊，虽然我们是纯输出装啊，但是我们还是比较勇敢的啊。啊，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视频下方订阅按钮订阅我们的节目，非常感谢大家。嗯，好，我们来到敌方野区。哎，我吸到不知火舞了。那猴子也没给我们打啊。哎，宫本武藏又上我了，你这为什么老上我呢啊？我只不过是少穿了几件而已啊。那我在等我的大招啊。我觉得话啊，就是你有大招的话更容易逃脱一些啊，就是避免一些意外发生啊。咱们吸到刘禅啊，现在锋芒毕露，我觉得有大招更容易逃脱一些啊，所以的话我在等我的大招，而且大招冷却时间并不长啊。好不容易讲到这儿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这个视频啊，我要一旦讲错我必须要重新讲啊，所以我讲了很多都夭折了。虽然我们的普通攻击是法术攻击啊，虽然芈月的普通攻击是法术攻击啊，但是依然可以用来推塔啊。大家看我们三技能一开啊，对到刘禅啊，双杀。好，我们可以通过小野怪吸个血啊。大家看啊，无论我们血量是如何啊，我们可以迅速通过小野怪啊或者小兵迅速把血回满啊，这就是我们芈月的强势之处。那我们刚才讲过一个重点，就是你要等大招，有大招之后啊，你才可以避免一些意外发生啊，打不过的情况下我们才可以逃脱啊。那节目最后我会推荐我的出装啊，那现在先看啊。
不知后发现诸葛亮了，跟他追啊，我过去帮忙，但诸葛亮还是没有逃脱不知火舞的魔掌啊。现在猴子啊，他没有跟我打啊。刚才是诸葛亮没有逃脱不知火舞的魔掌啊，然后我们收割掉不知火舞。好，那我想拿一个蓝 buff 啊，虽然我红蓝 buff 加深了，但是我还想拿一个蓝 buff， 虽然这个蓝 buff 或者红 buff 啊，好像对我们并没有多大作用嘛，但是我也拿了啊。我一般的话会去拿敌方的红蓝 buff 啊，不管什么原因吧啊。好，我们看到宫本武藏在对小鲁班啊，那我从地图上看到我是过来援助他的，没想到小鲁班非常给力啊，硬生生的把宫本武藏给拖败了啊。最厉害的就是拖啊。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视频下方订阅按钮订阅我们的节目，非常感谢大家啊。我们双杀啊，我们一技能用的多好啊，是吧啊，到位啊 ，Triple Kill 啊，他普虫就这么厉害啊！被动就是这么牛啊！李白套路式攻击，收割，不知火舞啊！那鲁班又击杀了主宰啊！那整局呢，相对而言比较顺风啊。不像上一局啊，我拿8-0那一局啊，非常非常逆风啊，非常非常逆风。那我们还是保持一个非常厉害的状态啊。那我相信各位小伙伴也能玩得非常好。我注意一下啊，注意一下，你这个符文你一定要出吸血类的啊，这是重点啊。你不出很难去玩好这个芈月的啊。符文出吸血类啊，这是个重点啊。法术吸血啊，你不要出个物理吸血啊。我们追刘禅，小珊珊，可爱的小珊珊，等等我啊。我本来想叫队友给我点蛋的，后来我想就算了吧。嗯，大家看，在这里我们吃了不知火舞的一套连招啊，我们就挂了。如果你的一套连招不能秒了芈月啊，你就很有可能被芈月给秒掉，所以我们尽量就是一些高杀伤力的英雄啊去杀芈月啊。那么虽然死了，但是我们家取得了一个绝对优势啊，因为不知火舞他一套连招用完之后他还有什么用呢啊，他这个英雄的局限性啊。那我们打到敌方的水晶了啊，
但我讲啊，如果你一套连招，不能秒了芈月，你就会被他秒掉啊，是有个前提条件，就是单打方面。如果团战的话啊，大家一起上，芈月很难逃脱的啊。无论谁啊，如果敌方英雄五个一起上啊，一起围攻你啊，你也是很难逃脱的。我们芈月的话，虽然稍微好一点吧，虽然比其他英雄，稍微好一点，但是也是很难逃脱的啊。所以我讲的这种情况就是单打方面啊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出装，我们先出噬人之术，然后秘法之靴，然后帽子，然后回响之杖，然后虚无法杖，然后圣贤之术啊。非常感谢大家，我们下期再会，谢谢大家。